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会用鬼标的力量在你身上，你会稍微有一点不舒服，但是它可以保护你不要被灵体侵犯。嗯，他们超痛的。没事没事，不要怕。那个风吹也有，因为那个灵体，我刚才已经用鬼标把他们驱赶走了。刚都有听到那种低吼声，那是鬼标的声响吗？你们有听到吗？果果说他有听到，我是有一点点。那很大声哎！来，转过去。来，香拿着。枪你拿着，来起来，可以起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不行的话再坐一下，没关系。头有点晕。先休息一下。他刚这样算是被吓到还是怎样？吓到跟吓到都有。有没有办法走路？有办法走路吗？可以。好嘞，有办法走路的话来走，先赶快离开这一区。他们都聚集在这一区，刚才已经有赶走一些了，我用鬼标已经赶走一些了。对，所以不用怕，因为你越怕他们越会靠近。因为有时候这种室内密闭的，反而你会有一种压迫感，但是你越怕，他们就越靠近。好像真的有比较没有声音了，小心哦，地上有一些玻璃。来，姑姑，你站这边。有没有比较好一点？稍微。来，你往天台边靠过去。来，过来。这里呀。对对。等一下，我叫你们走的时候，直接往外面退。好。来，那你靠旁边走道那边，你等下比较好退。到哪里？前面那边走道。是哪里？正前方。等下从那边走，我等下跟你讲。
走。这里，这里。等一下，爬楼梯的时候不要往后看，都直接往前看就好。我会在后面挡着。好，上去，来，往上走，不要往后看了。看得到路吗？你就往前走就好了，看前面的路就好。有没有比较好？有。有比较好一点吗？香拿着。有些观众会想说，怎么会用一个这样袋子哦？因为我们来这种地方只能求方便，所以用袋子装是最能去临场反应，临时有状况就可以马上获取。因为毕竟我还要背负摄影机嘛，那如果一直要从包包里面拿出来，其实是速度非常慢。嗯。现在国火状态怎么样？哦，已经好了。很多人可能对于像这样子的灵洞已经习以为常，因为太多探险者，他们可能影片内容或者是直播内容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，所以有时候大家可能会已经习以为常。但是如果你真的在现场的话，其实就可以分得清楚哪一个是风，哪一个不是风。对。像后面你看，我很多时候我都没有特别大动作，就是因为我知道那是风，因为已经有让鬼标出去找灵体，那他找到之后他会给我讯息，那至于他怎么给我讯息的，目前还不方便透露，就是还不方便跟大家讲，那之后会拍摄一集跟大家做介绍这个部分。OK， 那我们先赶快离开吧。